天气好来年儿的，坎蒂斯配对有六个。妙蛙种子进化链，妙蛙种子等级为异界进化，是草属性和毒属性的宝可梦，身高 0.7 米，体重 6.9 千克。妙蛙种子外形类似蟾蜍，皮肤呈蓝绿色，还附有深绿色的斑纹，眼睛鲜红，却有白色的瞳孔和拱纹，头顶上有一对凸起的耳朵，鼻子短钝，显得憨态十足，但巨大的嘴破坏了老实相，嘴巴张开后就会看到一对小而尖的牙齿，四肢非常粗壮，每个脚掌都有三指，末端还有白色的小爪子，背部还有一颗植物种子。传说每一个妙蛙种子出生时，背上都会有一颗和它身体一起成长的神奇种子，种子里储存着大量营养，所以妙蛙种子几天不吃东西也可以活得很好。为了保证种子的健康，妙蛙种子总是会在太阳底下睡午觉。妙蛙种子的常用技能是藤编寄生种子飞叶快刀，它非常聪明，遇到自己无法无力或者无力招架的事情，往往会答非所问，积极避战。见到强大的妙蛙花，朋友撺掇它上去搭讪，它开口就是我是天涯顾客，才没有什么亲戚。妙蛙草等级为最终进化，身高 1.0 米，体重 13.0 千克。妙蛙草外形既像蟾蜍又像小型恐龙，肤色是带有深绿色般的蓝绿色，颜色比妙蛙种子深，眼睛是红色的，还长出了黑色的内耳，上颚的尖牙也不进化前掌，不需要张嘴就可以看到，颇具威慑力。为了支撑强壮的身体，妙蛙草的四肢比进化日々も飛んだ夢は安泰なはずだが、刺激不足上にダラダラ照らすは闇もなの、歩き慣れていた道はどこだ、時はたまにじゃったが、曇りに包まれたら本音が立つ沈る天の方へ、思い出すは優しいメロディているんだ、夢は安泰なかったが、知識不足はにハラハラ食せず闇をうがみすがりついたまま朽ちてくんだ、ここはゴーダーの中だが、傷跡がひりつきたが、ものがあった次光の方へ、手を取るは新しいメモリー、沈む手の上へ、遮るは堅苦しい姿勢を
刻在那一秒。